连接连接手表，手表一定要关机，关机状态，对、嗯，就是正常在升级的一个状态，对，开始升级。OK， 可以。怕你手会抖。没关系。我们只是教他怎么升，后面他们要给国外的网红的话，就是他们可以做一个英文版的，找人去做。那我没办法给他去说英文。升级的过程可能会持续一分钟到两分钟的这个样子。嗯，你们最后锁的不要锁门，我先出去吃饭再走。OK， 这就代表升级成功了。升级完成。